Hello，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七月二十四号，那么今天也是问政的系列。今天有我们的呃，我们的好老朋友，OK，老朋友，过去之前也曾经访问过他的。那么我相信刚才在节目当中已经有问了一些朋友，朋友也准备了一些子弹，准备向今天的嘉宾，就是民政党的全国主席刘华才发射。我相信对呃大都来说，呃借子弹。 啊、这个子弹是开关引号的啊，并不是，并不是击打周大生讲的那个真的真正的这个子弹哦，就是会对民政党，包括对刘华才都有很多一些不理解的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呃大斗请上来。是，那我们现在马上先请小编帮我们把啊大斗先请出来。大斗你好。嗨，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嗯，OK，大斗你是从哪里赶过来的呢？ 时间我有点紧张哦，是，非常的紧张，也 <laughs> 也反正是现在很忙哦。<laughs>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说，将过不久，我们将会面对这个六个州的周旋啦。嗯、<哼>所以呢，每个政党啊，都忙着的把自己的所谓的候选人做最后一次的评估，嗯、然后做最后的一次的决定了。所以呢，刚才我也是从巴比嘎来，巴比嘎也是呃，国盟的总部在那边。 所以大家有谈商讨一下六个州属的备战的状况，然后每一个政党，就是说呃土团党呃那个伊斯兰党跟民政党的呃所谓的准备工作跟候选人呢呃大家都有呃了解跟呃大家都。 呃，希望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呃，迈向这个六个周线了、啊。OK，这里马上有第二问题了，是 J J T Net OK，他说请尊重王者我讲的，呃，我我猜想他讲的呢，应该就是之前你那个推你那个推文，你那个推特讲说，如果我上证不来补选，OK 吗？这个是 J T Net 的这个问题。那么呃呃，大豆，请你来回应。 啊、呃，第一个我必须要澄清的，呃，虽然我不是很聪明啊，可是，在政治上我还没有到愚蠢到这种地步，说，呃，在这段时间呢，呃，去问，呃，那个这么不敏感，呃呃、这个么那么不敏感去问说我要上这个普莱这个选区了，所以呢，我在这里也跟必须要跟大家讲说，因为我的推特的户口呢是被 hack hack 到他们写了呃，写了还无所谓，还自动删掉。 嗯、所以呢，这个当我有人通知我过后呢，我也去即刻叫我的呃管理员，就是我们的 admin 里面去调查到底是呃几十放谁放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再回去看的时候都没有这回事，然后我再确定一下，我跟呃我的管理员他们确定一下都没有人放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会呃对于这一次的。 呃，事情我要跟大家说声对不起，虽然不是我的错，可是说还是有被人家 hack 到，这个是第一份。第二呢，我会采取行动呢，就是说我已经呃，我们会报警，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嗯、因为呢，毕竟是在我的呃一个官方的一个 Twitter 的发出的一个信息，所以呢，当我的 Twitter account 被 hack 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报警了、啊。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也要求警方彻底的去调查，把那个所谓的呃制造这些黑客的人呢，把他找出来，然后用法律上对付他们。那么、嗯嗯、过去有 okay, 呃，嗯、我们其实剩下四十秒的时间就要进入到节目当中、哦、这里就呼吁大家赶快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吧，只能够做出这个呼吁而已。是，那我们现在马上呃就要进入节目当中，再和就是大家都在聊一聊更多关于来届的这个周选，还有民政党的。 这个党选之后，你会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呢？<好>还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呃，槟城州的周选，你又是怎么看待的了？马上进入今天的问政系列，当然线上的朋友，当然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做好三个工作：分享，还有就是留言，还有就是点赞，好吗？ 欢迎收看和收听 CityPlus 六周选举特备问政系列。你好，我是 Fish 真仪，我是志峰。今天我们来谈谈的呢是民政党在加入国盟以来啊，民政党呢就被认为是扮演非屋意的角色，为多元发声。然而呢，在没有得到任何的席位的政治现实下，民政党要怎么起到这个制衡的作用，一直都是民众们讨论的关键。尤其是在陈联党主席之后，主席刘华才他接下来会怎么带领民政党突出重围？ 呢在面对盟友频频发表一些争议性的言论，民进党又要怎么去自处呢？来届周选，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优势？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民进党主席拿东刘华才来谈谈民进党未来的挑战了。纳杜你好，哎。 志峰你好，OK Peace, 好，好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道问题啊、哦，就是民进党过去尝试不同的这个道路，有留在国政，然后之后有第三股势力离,离开离开国政，然后在担忧 BI 的这个补选当中呢，呃，觉得说这条路走走不下去，之后呢就加入了国盟。那么你认为从加入国盟到现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吧，对不对？呃，跟你当初所预期的有多大的落差？其实呃。 我觉得没有多大的落差了。第一点呢，我们加入呃这个国盟啊，就是说在单中 BI 补选过后，我们都很清楚呢，身为一个政党，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的呃这个呃整个呃工作里面呢，如果是要生存的话，你单枪匹马是不能生存的。所以呢，是第一，我们选择了国盟呢，是因为我们的理念一样。 然后我们的看法也一致，然后我们的方向也呃呃同样的同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反贪污，我们要廉洁，我们要呃呃不要干预司法，这个这个是大方向。所以呢，这个大方向我们都有。所以呢，一直以来呢，我们加入了国门过后，呃，在 PRN 马六甲的周旋，到柔佛周旋，到第十五届的。 呃，大选跟州选过后呢，我们都秉持这国盟的理念呢，就是要关怀人民，然后呃反贪污，然后要稳定，所以呢，这个方向都是一致，所以呢，可能就是说在呃在取到呃席位方面，呃，民政党可能在。 呃，马六甲州选的时候，跟柔佛州选，跟第十五届大选呢，那个呃成绩不是很理想，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呢，这一次啦，我们觉得这个六个州选呢，对民政党来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次呢，呃，我们一定跟应该会啦，如果是人民给我们委托的话，我们应该会破零破单，呃，取得一个突破了。嗯、那么这里延伸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呃这个。 非穆斯林及非马来，包括特别是华裔的这个朋友们同胞们都都都相当关注的，就是你们在国盟的这个框架底下，民政党会不会很尴尬？因为一党。 非常的这个保守，非常的这个右倾，不管是从他的党主席，然后近期的风云人物沙努西，那么还有其他的领袖，当然另外一方面的土团党也不断的强调马来民族主义，不管是马来民族主义还是这个伊斯兰主义的话呢，都是相当右情的。那么对于民政党过去是有左的这个呃的这个政治光谱上来说，会不会很尴尬呢？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些面对的指责？ 呃，我必须要澄清一下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呃，大家会混淆，或者是呃，敌对党，呃，会特意制造这个所谓的课题来攻击国盟。很多时候呢，是回教党的立场，很多时候是土团党的立场，而不是国盟的立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清楚呢，在国盟里面。 当然有土团党捍卫马来人，有回教党捍卫呃回教徒，而有民政党捍卫全国的人民，这个就是呃我们大家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呢，很多时候呃，比如说呃哈利阿旺但是哈利阿旺呢，他他的言论他是代表回教党。 然后呃但是 n i s h i 啊，那时候他看他是在以国盟的身份讲话，或者是以那个所谓的呃土团党的身份讲话，所以呢，这个要很清楚。可是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国盟的立场呢是由三大党魁，或者是在国盟的最高理事会开会过后的立场呢，才是国盟的立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要分清楚的一个工作跟一项呃，我觉得。 呃，大家要分清楚，有时候是他们回教党的立场，他们是呃土团党的立场，或者是民政党的立场，而不代表是国盟的立场。OK，所以就是呃，然后你刚刚说，民政党是。 真就是继续捍卫这个多元的这个部分嘛？你们是扮演是这个角色，是捍卫多元政策的部分。但是在国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清伊斯兰还是清马来人，那种种族跟宗教的色彩是蛮重的。所以大家就会讲呢，呃，民政党既然你们要捍卫多元政策的话，那你们怎么样可以力挽狂呃这个狂澜呢？那你们怎么样为这个多元政策在国盟内部里面怎么去发声？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捍卫的动作呢？ 所以呢，呃，很多时候，呃，那些呃有一些比较争议性的课题，呃，比如说，呃，在回教党他们呃讲说，呃一些一些比较争议性的课题的时候，我们都不会静静不出声，因为我们的立场是说要解决问题。当然是说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肯定有它的原因存在。为什么他会呃发出这一种的言论？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国门会议里面呢，我们的本身呢都有带进去国门里面去讨论。 讨论过后，大家认同过后呢，才发表出国盟的立场。嗯、所以呢，很多时候敌对党一次攻击我们，讲说啊、哦，这一次、啊、如果是六个州选啊，你投给国盟过后啊，特别是在槟城啊，他会拆庙啊，呃，他在槟城啊，没有酒喝啊，没有猪肉吃啊，呃，必须要带松果。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些言论，因为毕竟国盟有当过政府。 丹斯瑞一定亚信有当过第八任首相，嗯、所以他当第八任首相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还是保持现状。我们没有敬酒啊，没有呃说不可以卖猪肉啊，必须要戴松果啊，这些都没有发生在。在丹斯瑞一定亚信做首相的时候，还是 Status quo。然后我们也发现到，因为那时候呃丹斯做首相的时候也遇到那个 COVID。 COVID 的事件呢，我们也在派出援助啊，疫苗方面呢，我们都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跟不分文化的，给全部的人民。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呃不攻自破的一些言论呐、啊，人民应该是感觉得到，就是说呃在国盟当政政府的时候的呃还是。 保持现状不过现在的关键点呢，就是民众都被一党的一些我们可以用大嘴巴的领袖他们所发表的这些谈话，嗯，来转移了焦点。嗯、那么确实，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会令到非穆斯林社会感到非常焦虑的。不仅仅是个别领袖的这个言论，还包括了他们执政州署所采取的一些一些。 一些行动，或者是一些被视为是过度执法的事情，比如说在吉兰丹走的这些情况。<对>那么面对这一些一系列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够说哦，这个是你一党执政的州属，跟我国盟无关。但是这笔账喜欢不喜欢都会算在国盟的头上。<对>那么民政党也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那么你如何去如何去解释这一系列的情况呢？我我觉得是呃。 因为我们讲说，seeing is believing，、嗯、就是说你看到你就会相信。就好像对外外面很多人都讲说，啊，你去吉兰丹啊，啊，吉兰丹是伊斯兰党控制的州属啊，没有猪肉卖啊，没有酒喝啊，啊然后呃，没有所谓的呃生活可讲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些都不存在的。就好像我刚刚在遇到党选的时候，我们有去丁加奴，我们有去吉兰丹拜票，我看到我们的领袖方面。 有的很就是喝酒喝到凌晨三四点都没有问题，然后他还去了那边的巴萨，人家的巴萨是卖猪肉是把整条猪放出来卖的，还不像说我们好看到在吉隆坡的那么保守，反而在吉兰丹、丁加奴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让人家看到，他们就自动的会去相信，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说，马来西亚有宪法的，马来西亚有自己的法律，然后有宪法，宪法就是我们依据来呃，根据这种宪法来保持我们的国家的稳定。嗯、所以呢，宪法也觉得很清楚啊，我们的回教是我们的国教，可是它允许人呢，呃，可以呃信奉其他的宗教。 宪法也讲得很清楚，马来文是我们的国语国文，可是说也允许我们用我们的母语来教导、来分享。嗯、所以呢，这个是宪法是依据这个宪法为主，我们是依据宪法来做。可是呢，地方呢也是有地方政府的，嗯、地方政府要依据地方的生活、呃那个风俗啊，他们的所谓的种族宗教来制定他们的地方政府的。 就好像我我现在不是在漂白，我要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是在吉兰丹、嗯、当那个呃那个宁阿斯当州务大臣的时候，嗯、他在开始他要敬酒的，他说不要喝酒，嗯、所以呢他叫了全部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呃呃宗教的领袖们啊、和善啊、神父啊、牧师啊，这些不、嗯、全部一起来开会讨论，哎，每个人都讲说不可以敬酒，哎，所以在吉兰丹没有敬酒。 当他们谈到、讨论到禁赌的时候呢，每个的宗教的那个领袖都赞成禁赌，包括了那些政党。那时我还记得，我现在翻开他们的记录里面，也包括了当时那个。 呃，行动党的青年团的团长陆兆福也认同说，那时候是可以呃所谓的禁毒的那个决定，刘振东也在里面。所以呢，这个这个事情是大家讨论地方政府要政策的时候呢，所他们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呢，他们制定的地方法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呃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国家里面不管是政策也好，法律也好，都有宪法，都有地方法律。 的那所谓的空间来保存或者是呃捍卫人民的权益的嗯。嗯，OK，好，那呃这一段呢，我们在这里就要先打住了。刚刚我们谈了民政党在国盟里面扮演的一些角色，那现在带回来呢，我们就来请就是民进党主席刘华才来谈谈在当选之后啊，他对于民政党的方向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怎么样的规划吗？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资讯，资讯回来继续和你聊。 好，我们回到了 Facebook 的部分了。OK，好，Facebook 的朋友，那么我看到有几个饼娘郎，OK，饼娘郎说我们只投 BMX 罢了。那么还有一些 <laughs> OK OK，那么看到刘，看到刘华仔你在那边不懂是苦笑还是干笑,<笑>？OK，好，那么准刚才准备的问题没有问到，因为时间上的这个限制。那么现在在 f p 部分就再次的、呃、问 那都刘化蔡，那么民政党多次公开表示说，国盟是最好的这个政治联盟，内部沟通良好。那么能不能够对比一下，就是你曾经在国政时期以及在国盟时期，到底国盟有什么不同？呃，以前在国政的时候，呃，每次的所有的决定了、啊、哈，都有球的决定呢，都是在呃五统的最高理事会里面去决定了。 而来国政呢是通知，呃，这个这是一个呃跟国盟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他是在其中一个成员党，也是一党独大的胡统做了决定，嗯、到国政的时候是通知的一个方式来呃做决定，然后在国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一。 我们不管是呃敏感课题、有争议性的课题呢，我们都会带入进去国盟里面去讨论的。然后在国盟里面，呃，我们都有每个的党魁啦，也包括了当然土团党、伊斯兰党、民政党跟 SAPP，呃，四个四个党魁里面呢，都有空间发表大家的看法、大家的意见而做出的一个决定啊。这个就是呃国政跟。 呃，国盟最大的分别那么在开会期间有没有出现僵持不下的这个呃课题？比如说，如果现在国盟有四个政党嘛，是。那么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要进行民主的表决的话，四票两票对两票的话，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进入了国盟那么久以来，从来没有用票数来决定决呃做出决定，用共识共识。大家都是谈出大家的看法，大家的感受。 呃，然后做一个呃，四大党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决定来做这个决定啊，那么而没有去投票的那一种，那么、嗯嗯嗯、那么还没有还不至于做到那种地步了。那么过去的这个开会的经验当中，有哪一个议题是花最长时间来讨论，<是>花最多精力来达成共识的？ 哇，这个倒是问倒了我了。嗯、很多时候呢，嗯、呃，一些课题就是说，可能在呃外面所看到的跟所听到的呃部分，嗯、所以呢，我们都会用在国门的会议里面去解决。就好比是最近呃，好像是呃，敦马有见了那个呃，海底阿湾也见了那个所谓的那个、嗯、呃。 呃，我们的不一定，不一定，呃，但是不一定过后，嗯、所以他们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方面的见面，嗯、呃，他们的所做出的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有在这个国盟的会议里边，呃，做出解释。因为有时候，呃，很多时候，呃，也包括了我们身为成建党，很多时候这些，呃，这些东西不是国盟的立场。 而是他们私底下有见面讨论的一些看法，所以呢，他们都会在国门的会议里面做出呃交代跟呃让我们了解到整个来龙去脉了。嗯、哦，在你你们满意吗？针对那个事情的解释，就是哈迪跟、嗯、呃母基金见老马，应该是老马见他们吧？哦 o、okay. <laughs> <laughs> 呃，主次要分清楚。是是是是,是没有，我们没有所谓的满意不满意的事情呢，了。就是说不要有误会。就是 <noise> 啊，<实>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啊、不要以为、啊、就是说，呃，不要有误会，不要让人家说我们是私底下见，其实不是的，是刚好他们呃有在联络的时候有一个见面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了，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很 formal 的事情哦，所以这个也不代表了呃国盟的立场。那么在在这个课题上呢，就是现在跟国盟跟呃跟老马合作，其实对对你们，特别是对民政党来说，他、嗯、到底是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我们的立场，国门的立场也很清楚。只要是呃对国门呃有支持，在这一个六个州选的话，我们都不会拒绝，我都不会拒绝，嗯、因为大家都愿意来帮忙嘛。 因为他不是要加入国盟嘛，嗯、加入国盟就大建设了。嗯、如果是每一个 NGO 也好，不管哪一个团体、哪一个社团也好，有表明说这一次的六个州选里面愿意帮忙国盟争取更多的委托、更多的支持的话，我们都不会拒绝了。所以呢，这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呃互相呃配合都很好，然后就是说确保国盟在这个六个州选里面可以胜出了。OK。 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用三十三十秒，三十秒，三十秒时间来回答。民政党会邀请老马来站台吗？在冰城，应该不会咯。OK，好，谢谢。<laughs> <laughs> OK，好，那我们还有三十秒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快，马上进入第二段的焦点内容了。那第二段呢，我们就来请啊、呃，就是。 呃，然后再来和我们说一说，嗯、对于你当选之后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规划或者是新的调整吧？所以，线上的大家当然也可以先帮我们把这一场直播呢先转发出去，然后呢留言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抽样来问呃我们的嘉宾，好不好？ 感谢你继续留守这个时段的问政。你好，我是 Fish 真仪，我是志峰。那来到了这个时段，依然有民进党主席拿督刘华才在线上和我们谈谈民进党在接下来的一些挑战哦。而在这里，我其实刚才在承接上一段呢、啊，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其实在家你有说，政党各政党的立场和联盟的立场是不同的。那可能呃有一些可能土团党他没有。 各自己政党的一个立场，那一党他没有自己捍卫的一些呃原则，那这不等于国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统一的看法吗？是不是？是那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分辨这个政党和联盟的立场呢？尤其是在我们举个例子，在可能执政了之后，比如说是由一党和土团党成呃为这个主力的话，那你要怎么样避免他们把他们所谓的政党的立场移到国盟的立场这里呢？ 没有，很多时候是呃，我们是举个例子，这个六个州选就好了。六个州选，大家都还没有当政府吧？嗯，我们也不懂，呃，谁赢谁输还不大清楚嘛。所以呢，这个六个州选的时候，在还没有各自州，呃，选出他们的州政府之前呢，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个看法，那个共识呢，就是我们的宣言。 嗯，<noise> 就是我们国盟的宣言，国盟的承诺，对于六个州的人民的一个承诺，那个就是国盟的立场。所以呢，我们很清楚，这一次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很难分。当然了。 可能呃，三路西讲的话，我们也不懂他到底是国盟的立场呢，还是以一党的立场。可是说，如果你是看到比较比较宗教化的，那肯定是呃，那个是伊斯兰党的立场了。可是呢，国盟的立场很清楚呢，我们要表达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提名制过后，我们会宣布我们的呃宣言，我们的承诺，嗯、那个就是国盟的立场。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呃所谓的宣言跟承诺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去做这个宣言，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跟西盟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西盟的宣言只讲不会做，宣言只会讲不会履行他的承诺，而我们国盟要做到是说，当我们讲到是说，比如说要，呃，取消那个所谓的呃那个门牌税的话，我们是要做到的一种。可是到时候我们在取要取消这个门牌税的话，我们也考虑到，哎。 这个政府的储备金足不足够来取消这个工作？我们到深入到这一种的地步来讨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讲过的话要算数。嗯嗯这个就是国门跟西门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国盟的立场就是我们的宣言。OK，那其实刚才你有提到就是伊朗的沙努西嘛？<是>那其实沙努西他之前也有在一个节目当中就有提到他自己，他就说如果不谈三二课题，我们政马来政党还要谈什么？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他个人的看法了。但是身为盟友，就是盟党，你自己怎么看待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呢？会不会影响到国盟的整体形象，甚至是会不会波及到民政党呢？ 我我我对沙隆西的看法，他是一个、嗯、呃政治家，政治家就讲政治的话，嗯、这个就是呃我对呃沙隆西的评语了。嗯、所以呢，我觉得是说，很多时候，当然了，他讲他的所谓的言论，呃，当然会取得呃那个马来人的支持，那个是无无无可。 后费的，那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支持力，甚至在很多马来人一看到他拥出来，跟他拍照啊，呃，迎接他英雄式的方式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当然，他做的这个动作过后，一定还有一个负面的地方，那个就是对非马来人、非呃非非穆斯林的那个看法肯定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做法，他可能就是在吉打州里面以马来人多数为主的一个州属，就是好像吉兰丹跟丁加奴是九十五八的方式的去做好这个工作，而面对他的六个州选，当然了，我们呢，民政党呢，当然也要确保的就是全民的那个利益要受保护。 所以呢，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到底民政党的跟回教党啊，跟土团党的那种理念方面有冲突吗？对我来讲是没有冲突的。为什么？因为民政党是一个非种族的一个政党，非种族的政党就是说我不管你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还是土族的话呢，我们都捍卫你的权益。可是我们会被标签为是呃非穆斯林跟呃非马来人的一个。 呃，捍卫的一个政党呢，是因为土团党的呃，在捍卫马来人，而伊斯兰党在捍卫回教的那种色彩太过大，而显得出我们呢，就好像被呃列为说呃，我们捍卫非马来人啊、非穆斯林啊这一个团结的，这个是由民政党来负责。其实我们看的都是没有冲突，因为我们也有捍卫马来人的权益啊，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种族的一个政党。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呢，都很努力的去做到呢。 呃，一个立场就是说，在捍卫各种族、各宗教、各文化的时候，不要影响到其他的种族、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文化。当然，这个是啊、呃，刚才的都讲的是啊、呃，相当相当理想化的一个情况。但是放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脉络当中呢，<是>呃，喜欢不喜欢都有种族的分工，嗯、不管是以前的国政，还是现在的西蒙，还是这个国蒙，都都会有这一些的争。 啊、呃，种族的这个分工，比如说，啊、呃、，A 党你就负责 A 群体，B 党就负责 B 群体。<是>那么回到来，现在你重新领导民政党，你在当选中赢得了这个党主席，那么接下来你会把民政带向哪一个地方？我们还是在国门的这个呃。 搞不干叫什么？呃、这个联盟,联盟，这个联盟里面，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个联盟，嗯、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联盟里面呢，在捍卫呃反贪污、连接稳定呢这个方向，我们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呃呃，我们是认同不可以贪污的，我们是认同这个国家需要稳定、需要连接的。而这一方面，我们不只是讲，我们是做到的，就在民政党。 做了三十九年的那个首席部长，都不曾一次被反贪污局啊邀请上去喝一杯咖啡啊去调查，而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行动党做了还没有做到两年的首席部长林冠英就被人家请去呃反贪污局里面去问那个海底隧道的事情啊，种种的那些如果是讲来讲去的，我们的我们不是讲，我们已经证明给人家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捍卫呃这个国家的廉洁。 OK，那么延伸出民政党在冰城过去的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未遂水，但是蛮多的冰城人未遂水,水, <laughs>、嗯水。OK，那我本身也是冰城人。 蛮多的冰城，尤其是老一辈的，像我父辈、长辈呢，对民政党是有感情的，认为说民政党过去确实是相当不错，呃，比如说是国政的良心。但是自从二零零八年到现在之后呢，民政党就一蹶不振，那么就呃逢选必输，那么逢输必惨，就是很惨的那种情况。那么其实为什么冰城人会？ 这么抗拒民政党呢？如果民政党过去都真心诚意的为滨州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管是之前的已故呃林长佑，或者是啊、呃、前首席部长徐志根，都都都很用心的去做。但是自从二零零八年之后到现在的十五年，出现这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过去支持民政党的呃选民现在抛弃民政党呢？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呃，第一，我必须要呃坦诚的，就是说，呃，民政党全国啦，不只是在冰城呢，都很用心的去呃去捍卫人民的权益，呃，去做好工作。这、嗯、这个我们觉得都很用心的去做。唯一我们民政党呃比不上行动党的，就是他们很厉害煽动，他们在呃社交媒体方面呢，呃太过太过好了啦。 就甚至我还记得现在啊，你看啊，我我的文告还没有出啊，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出文告，一窝蜂的他们的网军啊就会来攻击你啊，来骂你啊。这个是啊，他们做的很好的一个工作。我还记得在早期的时候，呃，二零一八年我接了民政党全国主席的时候，我当出了很多文告啊。我还记得行动党的领袖都讲，哎，民政党还有存在吗 哦，不是我们讲的文职党吗？看都不看了、啊，我们的文告都看都不看。可是现在呢，还没有出不了，都已经准备好做攻击的一个工作。这个我们也了解了，我也明白现在的呃所谓的行动党或者是现在的执政党，呃，对我们的那个呃所谓的文告也好，我们的行动也好呢的攻击啊，因为我们也是唯一的反对党的了。 难道你你你要求行动党攻击马华吗？不可能吧？他们两个都是在同一个联盟里面，所以呢，唯一能攻击的政党就是民政党。所以呢，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嗯、呃。 一个好现象啦，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价值的话，没有人要来攻击。O、okay, K，呃，这里有有有一些看法，是我有不同的这个想法。等下我们留在 F B 交流的时间，<好> <laughs> 再跟呃，大家刘华才来一起交流。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广告资讯的时段，那么记得我们在 F B 还有继续节目。嗯，O、okay, K，延续刚才啊，大、呃、顿你所提到的这个东西，<是>那么是呃。 行动党他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些优势，除了他们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强项之外，那么除了这些之外，你你觉得说民政党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足的？是不是因为说自从二零零八年呃这个大选之后呢，就流失了很多基层的这些干部，那么导致民政党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那至少是呃我所观察到可能有这个有这个倾向，就是呃。 年轻青年团接不上来，那么导致民政党的这些领袖的面孔呢就非常的有限。那相对的，<是>呃，行动党，不管是行动党以前当他们做反对党的时候，都能够吸引一相当多部分的这些呃年轻人投入他们的政治工作当中。那么民政党的情况是如何？我我觉得，呃是。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民政党呢？呃，当然，我们我也承认是说，我们也做得不够好，也也觉得，呃，我觉得是说，在这个五年我带领民政党里面，呃，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去，呃，把它做得更好的一个工作。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次的党选过后。 我们从基打州的州主席到霹雳州的州主席到雪兰莪的州主席到呃森美兰的州主席都是年轻的面孔，嗯、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呐、啊，在民政党里面，嗯、所以呢，当然要要这个改变要继续的去做，这个也是我在当选的时候我有承诺的是说，接下来的三年呢。 我一定要开始呃寻找我的接班人了，嗯、因为这个是我们不要呃面对到清王。民进党没有这个限制党主席的年龄啊、呃，都不是年龄，年那个任期，嗯，三届。 三届九年，三届是九年。三届，你现在是第二届对不对？还是第三届了？是第二届了，啊、第二届了。快哦、做了一届了、哦哦。我感觉上你好像做了很久了。很久啊。对，你的新新的这个呃这个党选已经结束了，那么你新的阵营新的这个团队了，哦，就是比如说总秘书啊、总裁证啊这些 k e y o、啊、什么时候会出来？呃，周选过后。 哦、啊，周先啊，周先公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当选过后的两个星期就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哦，嗯、下个星期就是我们的提名日哦，再过两个星期是投票日哦，嗯、所以呢，其实我们有的时间都呃不多，所以我有有跟我们的党员跟我们的领袖讲说，我们的领导层会在我们的周选过后呢，我们会公布。 我们会选出我们新的领导层，<Okay. S 1> 所以呢，现在呢，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呃，准备这个周旋，让民政党破零破蛋。 做一个突破。Okay. 那我们现在这边其实还有差不多两分钟不到的时间，所以就想快速的问一下，就是呃，大斗，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民政党在当选之前就有一些基层，他们用匿名的方式就说希望可以退出国盟这一回事。当时你也有做出了一些回应嘛？<是>呃，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那个日期。但是其实大家都觉得民政党在国盟里面是不被看好的，嗯、所以其实你有没有考虑，如果在接下来的周选或者在下一届大选，可能如果表现还是不如预 预期的话，有没有考虑另谋出路？嗯，我觉得一个政党加入一个联盟呢，不是看一个大选周选的输赢为主咯，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咯。重要的是大家的理念是不是一致？重要的是我们在联盟里面的关系呢，如何去捍卫人民的权益，能做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 呃，高峰那个会来的更重要、嗯。OK，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暂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打算，也不会有这个想法了。嗯、因为我毕竟，当然，我的呃，在当选的时候有一些。 呃，竞选全国主席的话，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他们要脱离国政啊，有的甚至要重回国政啊，或者是呃脱离国盟，不是脱离国盟，要重回国政啊，这些看法呢，我觉得应该是不被认同了。OK，好，那我们还有呃二十秒的时间就回到节目当中了，所以没有的再问了，要回到节目当中问了。所以线上的大家一样，先帮我们把这个问政的直播分享出去吧，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和。 呃，大都聊更多。好，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志峰。你好，我是真一。那么，节目现场依然有民政党的全国主席大都刘华财，大都欢迎你。对。 好，我们把焦点放在冰城，就是民政党起家的这个地方。嗯、那么，呃，国盟应该还没有宣布，还是说他不会宣布冰州首长的人选呢？<laughs> 嗯哼 那、哦、每个人对这个课题，那么对呀、啊，就好像民就好像民政党的全国署理主席胡东强也非常关心行动党的首长人选一样，沙都咖喱沙都麻将、哦、一模一样的，的所以当你们啊、呃、询问你们对手的首长人选的时候，同样的对手也会问你们首长人选，收到<选>都请回答。好好好，呃，我在冰城国盟。 呃，大会里面也很清楚的，呃，告诉我们国盟的全部的领袖跟支持者，嗯，因为我们觉得是说，呃，同样的错误不可以再重犯，嗯，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呢，在二零零八年，民政党输了政权的其中一个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啊，是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呃，我们在党里面呢，呃，有有人要很多人要争。 争取做呃冰城的首席部长，在还没有周选之前呢，都觉得他才是真正的首席部长，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弱点呐、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导致到在二零零八年我们全军覆没，冰城呢连一个州议席、一个国会议席都呃都拿不到，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过后呢，我在国盟的大会这一次我也要确保，呃，这样同样的问题不会再发生，所以我也要求大家。 呃，共同的努力，呃，全部呢，万众一心，确保我们面对这个冰城的周旋，赢了，我们才来呃。 选出我们的滨州的首席部长。可是选民不会这样觉得啊，啊选民就会觉得我们，因为我大家现在是选党不选人嘛，是。所以今天，嗯，如果没有给一个决定，就是到底之后这个位置是由谁来主导的话，哦、当然选民会觉得非常的担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呃选民们对于人选是非常的在意的。还是其实你们嗯国盟难道不担心人选决定的不明朗会影响到呃支持率这回事吗？ 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立场都很呃一致，就是说，呃，不管是周大臣也好，首席部长也好呢，我们呢都是觉得是周选过后得到人民的委托，我们才会公布。好了，呃。 如果我觉得再问下去的话，你还是给我个同样的这个答案。<laughs> OK，我们 skip 这道问题。<laughs> 那么回到来，还是冰城。那么冰城有四十个州一席。席那么国盟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因为你本身是国盟冰州主席，是，同时也是民政党全国主席，所以你对冰城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理、非常了解，能够掌握的非常透彻。那么现在国盟有信心能够拿下多少席呢？ 其实国盟里面呢，在冰城啊，我们有一个呃策略呢、啊，就是说呃十五个那个马来西一定要赢完、嗯、可是你赢了十五个马来西过后还是不足够，这十五个都在为什么？没有威神跟冰岛都有没啊，然后再加买五个混合区，再加一个华人区啊，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十五加五加一，嗯、所以呢，我们的做法是这样，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要要呃付，当然四十个周选，嗯，我们会全力以赴。可是哦，当我们在焦点方面呢，我们要先把这个十五加五，5, 呃，要做好来先。因为毕竟呢，我们要竞选的区，我们要 focus，我们一定要集中我们的资源。所以呢，这个十五加五加一的那个呃所谓的战场。 或者是我们已经把它标签回我们要赢的那个周易系呢？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得更好，拿到人民的委托跟支持。嗯、OK，呃，就是十五的这个方程式，十五加五加一才二十嘛，才21，所以才可以自证嘛。对，那么这个这个这个方程式这个 formula 会不会太过理想了呢？ 就是根据你的对手会认为说，呃、尤其是他妈上面讲说，这是可不可能、不可能给待机。是啊，是啊。<laughs> 当然了，我的对手如果觉得赞成我的 formula 的话，他就有问题了。<laughs>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 expected，他不会赞成的东西。<laughs> <对>可是我们的推测是这样，我们的所谓有这样十五加五加一的方式呢，其实是说，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呃，人民呢，反政府的，现在的政府的那种情绪呢，越来越高昂。不是我们厉害，是因为你所讲的跟你所做的是不一样。更何况你以前告诉我们说你做还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还没有做首相，你不是财政部长，你不是经济部长。现在你有了首相，也跟财政部长同一个人，又有了一个很好的经济部长。 可是我们通货膨胀还没有解决绝，人民还是觉得钱不够用。我们的呃马币呢还是一直在贬值，然后我们的工作呢还是没有经济都没有复苏，所以这个人民会体会到的。所以呢，这个都不用我们去呃特地的去呃思考一个策略来引起这个六个周线，只要把真实告诉人民，让人民感觉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策略。对，刚才呃，大、啊、豆你所提到的呢，是可能在马来社会当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啊、呃、不满 B M X 的这个情绪存在，但是在华人社会当中呢，普遍上是担心国盟的这个绿潮那么，如果是针对华人社会当中，或者是这个呃非马来社会当中，你如何去解释这个华人社会的担忧呢？或许你之前已经有解释，但是。 解释呢不受到群众的接受，你你你怎么回应这这种情况？没有，我觉得立场就是呃行动党攻击呃国盟或者是攻击民政党的一个一个手段，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肮脏的手段了。他甚至可以告诉人家说，哦，你如果投给国盟的话，呃，我们国盟会拆庙啊这样的事情，哎，这个太过不负责任了。 沙鲁西有讲到黄柱被抓，可是林冠英讲到两个 R 了，可是没有行动。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了。所以呢，我觉得他敢做出这样的言论呢，讲说国门自政的话就没有酒喝，就没有猪肉吃，就要代松贡呢。我觉得他们也已经开始害怕，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恐吓或者让人民担心，如果是国门赢出的话。所以呢，我在这里可以保。 真的就是说，如果冰城人民给国盟一个委托的话，我会保证呢，这个所谓的现状会保持不变。OK，有点像拉票的情况。不过 <laughs> 我们回回到来今，回到来回到来,回到来今天的这个问题，必须有个 disclaimer 哈。OK，我们是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我们纯粹是一个呃这个问政的一个平台。不，回到来，呃。 相当大部分的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华裔，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以华裔为主，依然是没有办法接受一党跟土的。那他们可能对民政党可能还有一点的这一个保留，但是当他们面对一党，尤其是呃，但是哈地领导下的这个一党呢，似乎是越走越呃，越走越越往右的方向呃前进，剑走偏锋。那么其实。 有你有没有跟或者是呃表达华人社会的担忧呢？就像伊朗的领袖表达华人社会的担忧，说呃这一方面可能要稍微蹲到一点点，OK，稍稍微放缓一点，否则的话呢，他只会进一步巩固马来票，但是却会流失非马来票。那么这一个必须要做出一个政治上的这个选择，有这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在国盟里面，我们毕竟是大家。 呃，大家的不同的感受跟那些呃所谓的看法呢，都会在国盟的最高理事会里面表达出来。我们会谈这样的课题。我们甚至有做到，呃，我们有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呢，就是由呃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委员会呢，全部都是专业人士。 当然了，我们看到你讲说那个回教党极端啊，可是他派出的委员会呢，在呃回教党派出的不是律师呢，就是医生呢、啊，都是专业人士。然后我们也派出我们的专业人士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所以呢，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就是要协调大家呃对立场不一致的时候，就好像土团党有一些言论。 比较极端，或者是比较呃偏向于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种族的时候，由这个委员会呢就会做出讨论、澄清，怎么样去做得更好的一个立场。我们都有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好像是说，很多人都不相信说，哎，我们呃，祭兰丹啊，如果你看这样说会拆庙的事情，可是祭兰丹那个信佛最大的是东南亚的是在祭兰丹里面，人家都不懂。 所以呢，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懂，所以呢，这些工作呢，还是要大家去做数宣传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我们都一直在做下去了。嗯，OK，好。 今天我们的问政系列啊，其实来到这里已经来到了尾声了，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小时了，啊、<laughs> 所以呢，在电台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就要在这里先画上一个句号了。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直播，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会和大家都在进行一些交流的。当然，非常感谢线上的听众朋友们陪伴我们的收听这个问政系列。待会儿七点钟，我们会有好奇心头条继续留守。City Bless，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O、okay, K，好，我们来到 F B 的这个部分，现在是，呃，不是我问的，我我我代网民们问，问, okay, 问还是骂，呃、讲清楚啊，呃，骂的我就不读出来了啦，O K，骂的话浪浪费我们的这个资源，O、okay, K，这里我看到有小博有提到说，在国门赢得的州属民政会不会要求分配官职，有谈好了吗？嗯，问得好，嗯，呃，其实。 在呃六个州属里面，呃，当然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说，呃，如果是国盟执政的话呢，呃，我们的所谓的资源的分配方面呢，大家有一个共识吧。所以呢，我们没有很很很细节的去讨论，因为我们觉得，呃，这个不是重要，重要的是周选里面你要拿到人民的委托，做了政府过后才来谈。 所以呢，我们的方向都一致的，就好像我跟你讲的，你是是你可能不相信啦，可是是事实的，我们都不会去讨论谁是，呃，国大臣啊，谁是首席部长，除了那三个，嗯、那三个丁家奴、季兰丹跟那个季达州的是 e 康 t 嘛，都是原润的，嗯、我们都都觉得应该是继续了。而季那个三个雪兰莪州、槟城跟森美兰州呢，我们都没有谈。 嗯，OK，刚才我们谈蛮多，是聚焦在冰城。嗯、那么花一点时间来关注雪兰儿吧，哈，因为雪兰儿之前民政党也有在雪州竞选，那么也在国政的时期有雪州有这个行政议员的这个有被分配到这个官<是>关管制。那么现在雪州的情况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的呃国盟的那个意愿呐，或者是目标呢，是个高的个，门当的个，嗯。 就是说，保留三个州政权，再引起三个政权。只要、嗯、引起三个政权的加益的第一个呢是雪兰莪州，嗯、因为我们觉得雪兰莪州是有五十六个州议席，而五十六个州议席里面呢有整四十二个呢是，呃马来人多的呃州议席，所以我们依据啦、啊，我们依据如果现在是呃马来人对国盟的支持率。 现在已经超过九十呃八十五，85, 超过超将近九十八的马来人是支持国盟的。如果依据这样的局势再继续这个会不会太乐观了？之前也有一些呃有一些朋友质疑说，这个数字就是呃百分之九十的马来选民首选国<是>国,国盟，这个是你们自己的民调吗？我们的民调，我们哦，当然是我们的民调，我们也是叫外面的人去做的一个民调，嗯嗯、因为这个我们就以我本身我也会感受得到的。嗯 就好像我最近我去呃 I G N 做 medical check up 的时候，嗯、我呃当然了，我我那时候要求呃有一个有一个本 a 外印度人，他呃安排我的做 medical check up 的工作，嗯、看到我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他，他是印度人，嗯、他就告诉我他是德罗伊丹的选民，嗯、哦他们是。 我盟的支持者，到到抽血，到到我去验我的心脏的每一个呃那些护士啊，男的护士啊，都是告诉我们说，哎，他们是国盟的支持者，这个是我原有呃以前没有这种呃的经验过的，可是现在差不多，你走到去银行啊，去到呃这个所谓的医院啊，警察局啊。嗯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回到来雪州的情况，就是你们是相当乐观，还是谨慎乐观？我觉得应该用谨慎乐观会比较好了，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好，我们这一场战，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的去打这场战。因为我也不要求我们的呃党员或者是我们的呃领袖们呢太过乐观，以这一次的六个周选，大家一定要。 备战，以这个最高的境界的一个备战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六个州选。那么，雪州的领军人物应该还是埃斯米·阿利。对的。对？那么，他之前又讲说，呃，他不竞选。不过，现在现在的种种的迹象显示，他应该会竞选，只不过他竞选哪一个州一席就，就就不得而知。啊、那么，他的这个胜算会？ 啊，不客气，他胜算哦。呃，问问这个问题，其实有有有一点的这个呃不太恰当，应该是这么说，他会上阵的意思就是他有把握的，而不是在公棒底下的这些周期，因为他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选中，他输了整万多张票给给阿米奥嘛。嗯、那么除了他之外，雪州的国盟还有哪一些的领军人物？其实是呃民众应该要。 关注的，或者是有哪一些领袖是应该要关注的？其实我们的领军人物，呃，除了刚才你所做所讲的阿斯敏以外呢，你要关注的其实现在的国会议员，嗯，现在的国会议员都是全力以赴，呃，应该不会不会做，呃，候选人啦，嗯、<哼>他们呢将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忙。 呃，这个所谓五十六个州一系里面的那个州选的备战的一个工作咯。嗯，那么民政党竞选多少个呢？在雪州？雪州我们竞选八个，八个啊，三个击打，十九个冰城8个，八个雪兰莪，呃，六个在森美兰。嗯，雪州雪州八个的话，都都应该是在城市地区啊。呃，有的坤河区 <coughs>，有的是。 没有老都不啊，多数是在城市区，对。嗯，那么你们会不会面对找候选人的这个困难呢？因为之前出现了这个呃有点青黄不接的情况。其实候选人呃不是那么难找，嗯、要找赢面高的候选人啊，这个有一点难度。嗯哼，因为毕竟在呃所谓在做选选。选 呃，取舍候选人的时候，嗯、我们也要看到国盟的方向跟国盟的呃所谓的呃政策。就举个例子，嗯、就在雪来而州，它是呃整个六个州属里边最主要的呃经济动脉的一个州属，嗯、所以在我们筛选候选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寻找呃专业人士，呃、嗯、来去竞选这个工作。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所面对到的呃一个挑战呐、啊。嗯、<哼>所以你要找到呃很好的一个候选人，呃那个就有一点难度。可是如果你要找候选人，其实不是那么难。嗯、可是有另外一个挑战，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说，因为在呃资源方面，我们也没有我们的这一次呢，因为呃那个所谓的执政党的政府呃采取了很多的行动，弄到我们在。 呃，要求资源帮助方面呢，会面对到很大的困难跟一些很大的挑战，嗯、可是我们还是要面对了。嗯、所以呢，这一方面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候选人一定要自费，一定要如果你要做候选的，嗯、对了，你有资格过后，你要有这经济的能力去呃面对这一次的周选。那么之前呢、呃，土团党的两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之后，嗯、国门的竞选基金会不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了，我们也面对了刚才我所讲的，其实就是这一个原因而使到，嗯、呃，我们的在国民旗帜去竞选的，呃，这个候选人方面呢，在资源方面呢，呃，肯定呃有受到很大的挑战。 但是现在坊间有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你们把<是>、呃、把马哈迪拉进来之后呢，那个水猴也借进来了啊，这个是乱讲的。这个如果是有的话，<laughs> 我们就不要那么辛苦。我们到现在，我只能跟我的候选人，<laughs> 除了你自费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的就是呃，那个我们的那个旗吧，了，<laughs> 就是那个。<laughs> <laughs> 呃，国门 <ick> 啊，布里卡丹那什那的旗给你，为了其他的你要真的要去自己想办法。我们甚至做到呢？因为在第十五届大选的时候，我们有竞选二十个国会，呃，也忘记了多少个、嗯、州会呢？我们那些也要求这些呃所谓的候选人呐、啊，你有剩下的那些、嗯、呃帽子啊，布里卡丹那什那的衣服啊、旗帜啊，全部会这个资源我们集中起来，又在。 分配给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三十六个州选的呃候选人，选人让他们使用。嗯，OK，好。 所以呢，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呢，因为时间上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七点钟了，所以有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这问政系列来帮大家发问了。所以今天还是要非常感谢民政党的主席刘华才，呃，得到林华刘华才来到我们 CityPlus 这里来做客，希望呃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把。 别的课题搬上来的时候，再请你来和我们谈谈不同的角度吧。Oh. 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也非常谢谢大豆，谢谢你，祝福民政党一下嘛。好，我们这里不是拉票，<laughs> <笑><笑>这不是拉票的，祝 <laughs> 我们一起得票 <Okay> <laughs>、哦、果然是来党，一百八千的党主席，所以如果有看这节目的民政党的这个党员的话呢，OK，你们的党主席是一心一意为党的。OK，我能讲的就是这么多。好，今天非常谢谢拉豆发财，谢谢，拜拜。Bye bye